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为您带来的呢是第四届钻石杯龙星战的第三轮，对局的双方分别是周鹤阳九段和范廷钰三段，来为大家做讲解的呢是刘金八段。刘老师你好。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盘棋可以说是不是七零后和八零后之争了，应该是七零后和九零后、九五后之争了。这两个人的年龄整整相差了20岁。范廷钰应该是96年的，对，周鹤阳是76年的。嗯。我觉得那个咱们那个在最近的比赛里面，那个九零后啊发挥得特别好，然后已经有点抢班夺权的那个意思了。嗯。然后包括鼓励啊、孔雀他们这帮80后，可能已经感受了很大的压力。嗯。但是呢，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在70后的棋手呢，现在是可以说就是常浩和周鹤阳，他们两个人还是坚持奋战在那个围甲的赛场上，可以说是在70后已经是少数几个人之一了。我是希望是他们能坚持的更长一些，给后辈们，是虽然说那个按照这个咱们那个趋势来看，是迟早是要被后辈赶超的，但是如果他们能坚持的更长的话，也能给后辈更多的一些经验上的一些东西。我们看到的是现场的画面啊。第三轮他是在棋院下的。是的。这个就是范廷钰和周鹤阳。左边这位是范廷钰，右边这位是周鹤阳。范廷钰最近这一两年应该成长得非常快。是的是的。尤其是他之前啊，在围甲联赛当中，他是在2011年的围甲联赛当中嘛，就是出任这个爱慕先生队的主将，可以说是以他一人之力保住了这个队。对，是的。因为他的成绩太出色了，实在是作为主将，当时他是占据了这个最佳主将的位置吧，应该是。然后他在2012年的那个世界比赛英式杯中也已经打进了决赛。没错，决赛的对手是韩国的朴廷桓。现在双方是战成了1-1。将在2013年的3月份在我们中国的上海在决出后三局，决出冠军。这很难想象，他今年只有17岁哈。就看起来他的棋跟他的年龄完全不相符。这个是年长他20岁的周鹤阳九段。这两位现在在2012年的围甲赛场上也是队友吧？现在范廷钰是到了山东队。对。周鹤阳也是在山东队。是的，是的。也可以说是队友之争。他们互相之间应该比较了解，我觉得，因为是队友嘛，可能。是的，是的。鹤阳的棋风也是很扎实。是的。跟他的人一样。确实，两位可以说都是非常就是像那种少年老成那种感觉。坐在对面的还是常浩。是啊，看来还是70后比较关心70后。那肯定啊，我想他肯定有为鹤阳打气助阵的意思。对，呐喊助威。这棋看着棋盘上这个真是扭杀得很激烈。这个快棋像这种局面我觉得挺考验的。对，在那个30秒啊，他们的规则应该是30秒一步，有10次1分钟的延续。就是在10次用完以后呢，他最后一步棋是必须要在30秒之内要下子。是这样。有时候在快棋中在30秒，尤其在选择多的时候，确实是容易出毛病。对。不过呢，就是有的时候快棋呢，一般这个作为职业棋手的敏感，他总是选一条最强的路来下。对对对。好，那我们先来看棋吧。这盘棋是周鹤阳的黑棋。星位。这个是青小木手脚，这个可以说好像最近又开始流行起来。咱们在2012年的时候和2011年的下半年，他那个中国流曾经是咱们那个当时最流行的布局。现在呢，好像这个布局
又是替代了中国流。这个中国流可能大家下的有点腻了哈、啊，换一个别的下下。这个曾经有一度也挺流行的，好像说，因为原来咱们的布局理论的嘛，对对对对，就觉得人家分头的时候，黑棋是不是应该从这边逼过来了？是的，是的。一早的时候下是这样下。就是最早我们刚开始学棋的时候，就是首先就在这个形状，那个白棋作为白棋来说，它是分头，然后这边有个拆。我在这里就顺便给众多的爱好者介绍一下，在分头往哪里分呢？最好是不要分到就被黑棋逼住的时候，你只剩下一个拆二，就是被那两边逼住。将来这个拆二虽然是看起来拆了一个二，但实际上它是非常的是不稳定的。就是将来是黑棋无论是从哪里攻击过来，或者是点了靠过来，白棋这两个拆二其实是非常局促的，是这两边都被逼住了。所以在分头的点，我们要考虑的时候。一定要是比如说在中心的位置，黑棋无论从哪边逼，比如从这里过来，它可以拆二，这样的话黑棋这边就离它的远了一格。然后如果这边呢，黑棋白棋这边也是有个拆二，拆三也都可以。就是在无论怎么样，白棋这个拆边的时候，黑棋都离它有远，白棋有很好的可以从容一些。然后呢，我记得我们当年学习的时候啊，就是黑棋都是要往从这边逼。对。然后白棋有拆二，是有拆二有拆三的。然后接下来有各种下法，比如说小飞。对，小飞，白棋可以飞这个。然后打入吗？打入这个。如果这时候要去尖这个，就飞回来。就飞回来。白棋这个形状非常的饱满，很扎实，这样黑棋，明显不太乐意。对，他需要打入，好给他制造一点问题啊。然后呢，现在白棋跳起来。我记得很流行，有一段时间很流行，就黑棋尖这个。对，尖这个时候，白棋现在要尖三三。然后他就拆二，这下的特别多哈、那会儿。是的，然后这个时候白棋呢是可以考虑从这边贴出来。然后黑棋跳。对，藏这个。再跳一个。他管胜。他跳。飞出来。压住啊，这个布局还记忆犹新，就觉得这个好像我记得这是在可能有个六七年前吧当时是还是非常的流行的下了可多可多了，下了可多，尤其是那个印象中是应该是曹云元和李昌镐特别喜欢这个下是这样当然这个时候呢黑棋这个时候如果他不尖这个又回来尖，被白棋这个尖，跟刚才咱们那个图啊，其实应该是大同小异。虽然将来有个冲断，但这个冲断是其实很，不是特别严厉。对，是一些后续的问题了。对，后续问题。然后尖完白棋尖，黑棋如果这边有子的情况下，有些情况跟这还不太一样，这边黑棋有子，它还可以考虑什么盖住什么之类的，都有，就是白棋逼过来。黑棋是为了做到这边的模样，根据那个情况，根据周边的子力的配置，选择的东西也不一样。白棋还有另外一个下法就是拖一个进去，那么黑棋搬，黑棋搬，白棋搬，黑棋接上，对，白棋回，接下来的话黑棋还需要继续走棋吗在这儿黑棋如果这样的话他不走将来被白棋逼住就还是很难受是如果他还要在这边再走一个再走一手这样的话白棋就抢到了个先手这样黑棋就稍稍更难受尤其现在在大天幕的时代是所以说黑棋的下法他可以改成打这个接上回来然后再压一个然后这时候再往这边拆，再拆之类的，对，就可以拆一个吧，因为他这边头过来了，他可以就拆大一些，高一点、低一点都可以，在这儿，这也是一个选择。不过无论我觉得黑棋怎么选择吧，作为白棋来说，白棋应该还是可以满足的，对，
那白棋在这边，因为他是分头进黑棋的这个阵营，对，然后之后把自己的这块棋啊处理得很好，还有十多目棋，他觉得挺满意的了。我觉得主要是，尤其现在是在大黑幕的时代，嗯，作为黑棋的布局来说，他一定要下得更积极一些。没错，没错，是。所以，而且实地上最好能抓住住一点。对对对。所以我们的布局理论呢，在就是在这种布局那种理论在飞速发展的时候呢，嗯，他这边也产生了一些变化。这时候黑棋他不是从这边逼过来，嗯。而是从选择他可以先在这挂角啊，比如说白棋应一个，白棋应一手，嗯，黑棋从这边逼这个，然后白棋拆二，嗯，黑棋，嗯，再走这个啊，这个是最近几年吧，都是这么下的，这个应该有至少有五六年了，嗯，对。现在黑棋呢，它布局的速度啊，它就非常快，是。将来如果这不走的话，马上它就要点这个，嗯，再盖，嗯。他瞬间呢就把这块模样就给做大了。不，我觉得这也说明一点，就是这个理论呢在进步，在进步，因为这个下法呢，除了黑棋的速度快以外，它跟刚才有一个本质的区别，就是他把自己的无忧角他看作一个后势，嗯，那么后势呢，他觉得你的差二应该离我的后势近一点，以后呢我可以攻击你或者点了盖住你，嗯嗯，啊，这无忧角是很坚实的一个形状，就是说在坚实的情况下，他现在只能去拆伤围控，对，其实这个效率是低的，是他如果在走在虚的地方，就上面更虚的地方，对，其实空间更广阔一些，没错，嗯，没错，所以我觉得这个下法可能还是更好一点，嗯，对，就是咱们的就是理论在进步嘛，对，是的，因为在我们当年是只贴24/3子，哎，没错没错，所以说坚持的猜猜，哎，好像黑棋也不差。然后呢，就基于这样的原因，就是黑棋可以从这边逼过来，然后做大这边的模样。当然，白棋也是可下的，嗯，这样的那个对局也出现了不少盘。嗯，对。但是呢，在作为白棋来说，就是他不愿意，就是黑棋下了新小目，他显然是就欢迎白棋来分头。嗯。所以，作为白棋来说，他想就在布局中就是尽快的，就是打破对方的意图。嗯。所以呢，在咱们的布局呢，不光是这个发展了，白棋的这个分头也发展，变成了挂角。嗯，挂角这个。嗯。就是在如果在倾斜这边的时候变成了挂角，嗯，这时候呢黑棋就有多种的下法。嗯，我记得一开始特别流行的，比如说什么啊一间低加吧，一间低加呢白棋就点33是吗？对，嗯，这样。对，这是一个最古老的定式了。这个定式真是经久不衰，已经下了很多很多很多年了。嗯，而且这个定式啊，我觉得现在就是刚刚学习的孩子或者是大人。嗯，对，这个定式还是最先学到的吧，就是新定式里面，嗯，双方都是两分的一个局面，嗯，然后呢，现在这个局部呢，就是作为黑棋来说，白棋既然这么选择了，白棋肯定有他的道理，嗯，对，哎，你们家孩子已经学棋了，是不是也已经学了这个定式是？对对对，没错没错，嗯，所以说这个真的是历久不衰哈，啊，就是时间很长很长了已经。白棋在这请下时有多种下法，嗯，他可以怎么样直接分头，也可以直接尖冲，嗯，或者说直接这么震都可以。可能觉得黑棋这个两个子的位置隔得太远，对，以后这个地方让你围呢，你也不知道围在哪里，很难受。如果这整个中心，这还是有些，这不是很安全的。然后呢，就是白棋呢，就是把那个故意让黑棋去围这块，黑棋呢自己反而有些棘手，嗯。是。然后呢，这个以前是一间加，后面又转变成二间加。啊。二间低加的意思呢，就是显然是一间低加，将来白棋要请敲。白棋有个绝好点，这一尖冲，嗯，黑棋就没办法了，就长一个再拐起来。嗯，白棋就简简单单的下啊，长一个，这是最普通的一下，这黑棋这块模样就自然就被白棋就给紧敲掉了。嗯，黑棋长贴这个，贴着长一个，长一个再拐底下。嗯，对，反正也差不多，也是一个意思。嗯，就是对黑棋来说他没有办法，嗯，所以为什么这会发展成了有后面的二尖低加？嗯，如果白棋依然点角，嗯，那将来这个就没有尖冲了。他而且他过来一路，离这边的配合也好一些。嗯，是这样的。嗯，这样的话黑棋会好多，白棋在请敲起来就很麻烦。嗯，再尖冲，黑棋这边就多了一路。嗯，自然就不肯。对。当然了，如果你二尖低加，白棋有变，就不点33了。啊，这是就题外话了。嗯。
就是白棋的意图就是就你来扎记，我就点脚或者是取脚，然后让你来围这个模样，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布局的考虑。还有二线高架的好像都有，这个就会就延伸出很多很多的变化。还有一段时间很流行在这个脚上的各种的反夹，白棋反夹的变化，有就下的多种多样的，特别多，特别多。并且呢，这部挂脚啊，就是作为白棋来说，白棋现在还有另外一个选择，就是他不去这边，他比如说自己先走一个啊，先连一个，让黑棋连。就正常的话，既然你不来，黑棋要连片，连片也是最大的，啊，白棋再挂脚，这样呢，走成了，就是飞也好，还是守回来也好，就是形成了可以说是一个模样对模样的一个对抗的一个格局。是。不过现在也有黑棋呢，他觉得这个模样对抗啊，可能有些人不太喜欢吧，他就直接把这个连在中间的子啊，他就下到那儿去了，对，走成那儿小飞。所以白棋如果走这个，黑棋啊是觉得如果是双方互为模样，就是至少他看不出他的先招的效力在哪里。对。然后呢，就是这步连片变成小飞，这时候如果白棋再来，他肯定是从这边逼的吧？这样。然后再挂过去吗？对对对，这个也曾经出现了很多盘。像这样连一个，这样也出现了不少盘，就是相当于是什么样的，相当于是白棋直接分走，黑棋逼黑棋挂脚走一个，出完后守一会，白棋拆这边，黑棋走这个，那黑棋还不错呀，这样看起来的话，反正都是一种布局的构思吧。还可以，都可以接受吧，这慢慢下好，这局面反正是没错，就是在布局上，只要是在正常的状态下，其实到中盘的时候还是要需要靠力量来解决。那肯定是。现在呢，实战是选择了这个，实战是挂这个，实战挂这个。然后就是像刚才的夹击，我们已经是给大家做了也比较还算详实的一些说明。实战这步棋是可以说是现在的对局中是最最常见和最最最最普通的一个下法，下特别多，下的特别多。它是虽然看起来是白棋挂脚，黑棋就硬了，但实际上它是还是有很多的一个内涵。然后呢，我们就一一的给大家再介绍一下。现在假如说白棋再拆三的话，怎么样呢？哎，这步拆三是我觉得是那种喜欢打散的人特别喜欢的。不是，我在想你会不会再逼住我？如果说再逼住我的话，就缓过去了。拆三的时候，黑棋是要打入的。黑棋打入这个。如果从白棋从防守的角度，来拖底下，一般是要拖的。这个时候黑棋在拖先，将来他从这边拆过来的时候，因为这边有争子的关系，对，是的。他会打入，然后我记得啊，在曾经有一段还出现过，拆三黑棋打入的时候，白棋就直接拆二，或者还靠上来什么，这种下法等等都有。他就是要避免拖的时候这个引针的问题，是是是。那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地方到底引针是怎么个引法，可能有的棋就不太明白。比如说这边有特色啊，假如说这样啊，交换了一下吧，就算是，我们就算是这样吧，这样是不是就可以这一个子啊？搬引着了，这应该算白棋断一个，打这个，然后打吃，接住，挡住，断，打吃，第二，以前是下常见下法是拖，对，无论是拖还是点吧，现在是就是改变成点了，这些都没关系啊，就是这个直接，因为黑棋这个也是先手，对，皆是先手，这皆先手，我们就摆一个简单的，就这样吧。就算是尖在底下，不是，他还先不能接，他直接先靠。先顶一个。对。先顶这个。这样的话，就是白棋是不能拐下来的。拐下来的话，黑棋这个几个是先手，就这个是明显的先手。是。先上。我们这摆的比较熟啊，就是让大家看得清楚，黑棋在这一段。没错，这样的话应该是白棋就
白棋不行了，这棋不行，嗯。所以这边的变化，我们就也给大家简单的介绍到这里。这个拆三，就是说在飞棋打入的时候，当然是直接拖也是可以的。嗯，有个子的话，他就再防守一步。是，我记得是朴永训可能比较喜欢这样下。哦，拖在底下这棋哈。对，也有直接拆二或者靠一个。嗯，靠一个的意思跟拆二大差不离，就是想走得更效率更高一些。嗯，又有产生了很多新的变化。就如果我们一一的给大家介绍的话，恐怕这一天都不够。嗯，所以现在一般都不拆三。如果拆二啊，我们现在就如果拆二，嗯，这黑棋以后可以尖这个了。白棋藏起来的话，黑棋逼。这就相当于是什么呢？但是白棋没有分头在那个中心位置，嗯，我分头在这里，那黑棋肯定要从远的地方去逼，嗯，宽的地方，这多了一路，白棋是只能拆二了。黑棋在尖顶，虽然这个小飞可能跳起来好一些，嗯，但是如果走成这样，对白棋来说，我们学习的时候也就老师也跟我们说过，嗯，在还很空旷的时候，立二拆二，效率一般来说是稍微差一些。对。那有的时候立二拆二是因为没有办法，嗯，只能拆二。对，啊，现在这种状况就是白棋一定要选择立二拆二的话，作为黑棋来说，嗯，那是没有办法了。对，这没有不满的道理。对，没有不满作为黑棋哈，嗯。所以在尖顶的时候，一般来说，扳底下，那么黑棋挡住，然后再拆个二。嗯。嗯，这个下法好像进来已经见不着了。见不着了，因为是白棋虽然是好像选的速度很快，嗯，但实际上黑棋两个脚非常的扎实。对，这个时控就已经两个脚都可以数成木了，因为这个你还没粘上。如果粘上的话，脚上可能还有些味道。嗯。但是你这个还差一手棋，差一手棋，嗯，对。是，就实地上白棋不太满意。对，白棋黑棋很扎实。是。然后，所以就是刚才的，嗯，当然直接拆三也是有的，但是最最有效率的下法还是往脚上飞。这样的话，黑棋首先我们要确定的一点是，它不能是尖这个。如果下成这样的话，黑棋不满意，肯定。黑棋太不满意了。嗯，这个白棋太舒服了，下的在人家阵势里面摆了一个这么舒展的棋形，就是，这种形就从上面来看好像显得，嗯，好像是一个定式。对，但是不要忘了，就是在黑棋的阵势里面，嗯，就黑棋就简简单单任由白棋下一个定式，而且它的拆过来对这边是有影响的，嗯，哦，这样的下黑棋实在是绝对不能尖三三。 对， 对对对，你不硬你走别的你也不能干那个，首先不能下的是尖三三。然后呢，不能尖三三三，他的下法呢，就是一个是靠，嗯，也是逼，对，两个下法，逼呢，白棋尖，嗯，尖，挡住，嗯，搬，然后搬出来，对，这是我们一个很常见的一个定式，嗯，是的，然后白棋是不是先走这边比较好？很大黑吧，嗯。这个形状呢，相当于是因为这将来是跑出来，如果真是有利情况，跑出来是很严厉的。对，很厉害。黑棋是应该是不会让白棋跑的。嗯。类似于白棋这个是先手。嗯。这个引针是先手，黑棋无论是提也好，飞也好，嗯，应该还是要补一手。嗯。类似于这样，就白棋当然也可以走这个，因为黑棋如果要走这边的话，它还引针起来可能更厉害。对，就是说这个地方虽然白棋有先手，但是你让人家走一个，你再走，他也不太好走，哎，你更厉害，可能就是我们为了让大家看得更清楚一些，嗯，就是可以就简单摆成这样，走掉了或者提也好，嗯，是一个意思。这样呢，大家可以看见黑棋啊，它就基本上就局限在这边了。嗯，白棋让这边拆到这边上面走到，那个角地它也拿到了，是，就是这样的话，作为黑棋来说，它显然是那个速度是。很慢的，嗯，就是棋风再扎实，如果就喜欢像这样的，嗯，可能也对谁都喜欢拿白棋，输得又快，也有个实地。嗯，再扎实的人，我就喜欢白棋。对，再扎实的人，对这个我觉得还也得需要再考虑考虑。对模样没什么信心，我觉得。尤其像周鹤阳这种，是吧？如果是靠这个，嗯，
这个就非常的，别说很复杂了。有一段时间之后，大家就这个定时有很多的新变化啊。白棋，比如说接上吧，然后这时候如果你再拐的话，别太尖，这就黑棋就上势了。本来棋尖加白棋尖，黑棋应该是要尖过来的啊、应该取势，但是你现在上面也没盖住，脚也被人家对，这样的话显然是不太好。他靠一个，他是意思就是逼迫白棋在这边走子以后，然后他再尖角，他想两边都下到。然后尖三三，以前就是觉得下成这样的时候，好像觉得这白棋怎么能行呢？这个到底在干嘛呢？在这上面走了一串哈，就将来可能还要受攻是吧？对呀、但是后来也很挺多这么下的，是不是再压一个？压一个是、可以说是白棋是最温柔的下法，压一个黑棋怎么样？然后挖粘是吧？挖粘，贴上贴起 来、然后现在呢黑棋白棋如果断的话黑棋就把它吃掉、对，吃两个小了，它这吃掉和这边就自然就成形成空了、所以白棋要打这边啊，拐打它立下去下黑棋虎一个是这样下吧，对、这时候是打这个这个成为一个定式、算是不能说是定式吧、我觉得这只是说曾经有一段曾经有一段有些棋手是这么下过，但是呢就这样的形状呢就是是不是觉得白棋不太满意、白棋还不太特别的满意，因为他现在虽然吃了三个子这六目其实他真是获得实地的也就是八目棋、黑棋这边贴起来呢他这边已经还获得一些利益，然后现在呢黑棋还获得了先手，白棋这个后手呢就将来就算是逼到，逼到，对。如果说逼到跟这个黑棋交换到一下的话，黑棋可能不错，但问题在于黑棋它不占。黑棋有可能会脱先，因为现在它跟黑棋，黑棋首先它可能先挂角。挂这个，那么白棋这个逼的价值就显小。就显小了，对。你有可能再逼呢，人家有别的招法，因为你这爬也不是要命的。对，你要去再攻击它的话，它是头是还在外头的。是，它可以跑出去啊。对，就是说白棋在这个它的后势还不能这个很多的那个运用发展，它是受了限制。对，在这个时候呢，就对白棋对这个变化呢，就稍稍的有些不太满意。那么白棋应该不能这么下，下个别的招。白棋可以走这个。跳一个。这是一种。这第二种。这是第三种。差那么远，就是说，这个真的这些下法，说实话，我其实我也搞不太清楚。但是呢，就是好像，跳一个，冲，挡住。他是拐的吗？拐了再端这个是吧？对，这就好像形成了特别特别复杂的一个。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如果黑棋吃到这儿，白棋把这吃掉。黑棋这边它头跟刚才是完全两样的。是。这样的话，这白棋就可以接受了。虽然刘老师很谦虚的说他也搞不清楚，但是你千万不要试图用这个定式去击败他，恐怕不会有好果子吃的哈。就是在正常情况下，就是刚才那个。一个战斗，那就是那就更复杂了。我们可能如果要真的是慢慢摆摆个一个星期，还要再继续摆。而且现在也没有很定论的东西出来，因为没有定论就是，白棋应该是可战，还不错是吧？白棋是可战的，就黑棋应该不是很有利。对，黑棋不是很有利，白棋还有别的选择，这个。我也还曾经看见过这个，这个够远的，现在看起来。对，它其实啊，就是如果你要飞，你要跳，因为你这出头不太好出。对，不管出哪个头，好像都有问题。你要跳，白棋可以就是就让你就爬回去，白棋黑棋啊，黑棋全是在二路空，很小。白棋这一线啊，它压迫黑棋啊，它这个在将来中央的后势啊，跟刚才发挥就完全两样了。就这个东西演化到后来，就是白棋在外面取一些势，然后争取抢到这个。这个点一旦抢到之后，基本上就棋。抢不抢到都没关系，就是你因为黑棋现在太快不太方便。首先这也很难受，这往回爬都很难受。三路控就没多少。很小。是。
就算是比如说打最瘦的就算白棋就是再加一刀，大家可以看这个现在黑棋的空有多小，白棋就算黑棋在这差了，白棋可以从中再继续三大闪，对，黑棋在控制很小的情况下都特别小，它将来的发展因为受到了这个的限制，白棋这边呢就是后势啊，咱们是可以说在布局中形成后势越早它的威力就是越大，对，从一开始他就限制到黑棋拆边了，是本来是黑棋可以挂角，现在因为他担心这边太厚了，这个逼太严厉，对，啊，这步首先第一步他就受到了限制，没错，然后第二步他还是要受限制，每步棋都在受限制，他不能走到那个最佳的那个那个状态下，就最佳的效率上，所以说从这个方面来说，其实黑棋这已经是吃亏了。没错，确实，这个黑棋整个的阵势都受到压迫啊，在底下围了很少的几目棋，对，然后被白棋走到中央，这个、反正有这样的下吧。就因为在白棋选择很多，尤其那个白棋可战的情况下，现在进来的这个靠就变少了。不见了又。不见了，对，就因为黑棋。就是因为现在的棋手啊，对这些布局、这些尤其一些战斗啊、一些套路啊，对，研究的可以说都非常的深。就你想要去拿刀子去骗人家一把，这基本上是很困难的。而且就算有人骗了一把之后，这个全世界都知道了，然后你就不能再骗第二把。关键是如果没骗着，自己要吃亏的。那有可能。所以说现在没有，基本上非常少。然后呢，既然这个不太好，这个也不太好，就是所以说呢，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就走成这样的定式就很常见了，但是就我们说刚才普通的变化不是两边白棋走的，黑棋依然也不是太好，是那为什么黑棋还要这么去选择呢？就很奇怪了。比如说黑棋可以换个布局再试试，是吧？是的，现在呢到2013年了，可能又要换了。没有，黑棋现在走这个呢。就是直接在那动手啊，刚才咱们都是就简单的介绍，都反正都不是说很合自己的意，就很不太满意，但是呢他还有另外一个选择，他的选择就是我这三个都不下，先脱先，我先在这边来挂角啊，先挂角，挂角的话白棋应该要硬一个啊，对，正常是这样啊，然后这个再逼啊，白棋小尖，好，这是再来跟刚才一样啊。对，搬起来。就是无论现在你还是拆一个，还是走一个，或者提一个，本来我们这个地方白棋是要摆到这里，但是现在摆不到这里了。现在可以，大家可以看到，黑棋这边的后势它就有很大的一个发挥的余地。为什么呢？这边没有了，白棋如果无论是手脚还是什么，黑棋是要跳起来，黑棋这个整边整块。它全部都就连起来，对，它的作用就容易发挥。这样看起来黑棋的阵势就好多了，有立体感。对，这是向中央辐射。对，这就是黑棋的意图。它这边直接下，不是太满意，但是它可以先去下别的。所以我们围棋还是很有意思。千变万化。但是这个挂的时候，白棋有没有别的？我们先不走这个。就是说黑棋，但是挂着，就像我们刚才讲白棋这样的话，黑棋有这样的下法，但是呢，白棋它跳高的，白棋有跳高的下法，黑棋还是这么来，白棋呢，就这边我们再把它摆上，还是下出去了，这时候这边先不管啊，就是这时候白棋呢，它跳高是什么意思呢？它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手段，他就在这里尖冲这个，对，这步尖冲可以说是非常严厉。现在呢，因为他跳高，就实际上是不让你从这里冲出来。是。你现在要再冲出来，很明显白棋这边是有。再冲出来。对，他就给帮助了。断了。他这边是比如说这样吧，接下来没有什么好的。接下来黑棋没有什么，黑棋只要这边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攻击手段，对。那这下巴是很亏的，因为走在了里面，让白棋全走到了外头。对，这边对这边是有影响的。好，白棋走成这样，他这步棋跳高是为了尖这个，尖中这个。这样的话，黑棋在上面呢，一下他就
就动不了了。对，就暂时他就不是很好动，因为就像我们刚才去介绍你从下面爬很难受一样，黑蜥蜴要从下面爬，跟刚才的意思是一样的。对，所以基本上是不能考虑的。你如果说你直接走了一个后市，只是为了山路爬过守那几墓地，这个太失败了，太小局了。所以说呢，白棋走成这个形状跟走成这个形状其实啊大差不多。因为黑棋在这边动不了的情况，他正好这个跳高跳他就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哎，这个棋形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好好学习一下，因为不光是这个局面下有的时候会用到这个尖冲。因为你尖冲在人家冲断的时候你不惧怕的时候那么爬过就不用说了，如果冲断你不惧怕的时候，这个尖冲有的时候往往是一部很好的清消的手法。对，现在这个黑棋就很麻烦，很麻烦，但是很难受。就是所以说黑棋刚才是想的就是就比较那个比较简单，就是如果一挂你要走这个我就这么来。对，但是白棋有这步棋所以跳在高了，黑棋又难受了。那黑棋应该怎么办呢？所以你看那这个时候黑棋是挂了这边大飞挂啊。我想我一步步演变过来。对对对，我想我们刚才把一步步这个布局上就是从头开始给大家那个细细的整理了一遍。现在就是大家可以更明白现在为什么黑棋没有在这边走，而是直接挂这个的原因。对，现在你如果还要跳这边显然就差了一路，就差多了，这人就可以冲上。对，如果你无论是硬在哪里，黑棋再继续的一间他说不定就远一点还更好。对，是的是的。那么作为白棋来说呢，他又有应对的方法。他觉得如果你大飞挂我再硬一个想成刚才这个反夹的形状，他又不满意。不满意怎么办呢？变化继续变化。是的。所以说大家看到怎么是大飞挂，好像很难见到这个棋。是的，就是围棋真的是太有意思了。所以白棋在黑棋大飞挂的时候就尖了这个小尖。在那他先把三三占了，然后这边呢，这边就再说为什么呢？因为黑棋如果这边白棋脱先这个被双飞燕的话这个是黑棋还是挺严厉的。是，就是他两边是夹击着你，但是这边远了一路严厉性呢他就稍微打了一些折扣，差挺多的那么这个这个是也不能叫双飞燕，这个又挂住他了哈。对对对，挂住他之后肯定是要来的。是，挂住他之后，白棋在这边一般有些什么应法呢？我好像能见到的，一般都是跳这个。你能不能这样压出来呢？那这个因为是在这个远的地方压过来，他一般。然后长。现在是拖一个是不是也可以啊？就算长进来。就算长是吧？这样。这样黑棋看着怪怪的，看起来有点怪，有点怪。他虽然是离得不在这里，但是他离得远了，黑白棋也挺奇怪的。是的，是的，没错。如果咱们简单一点这样这个飞回来。黑棋也就两边走的，白棋这个脚还是很小，然后先搬砖还可以再手挂几下。就可以说普通嘛，黑棋可能还有拖进去的拖进去是不是更严厉一些？更严厉一些。拖的话，白棋一般都搬这个挖粘，被证明是熟手，我觉得。然后粘上。然后现在好像。对对对。也很难受。然后黑棋怎么走一个吧？走这儿还是走这儿？不知道。不知道。放一个吧。放一个。白棋要进来的话，黑棋就出来了。这个粘的，这边有先手，白棋脚上还没活。对，这个子我觉得远一路和近一路也很难说它。也很难说，对，因为你近了，黑白棋可以有这个。是是是。白棋有这个下法，远一路白棋反而不知道该下哪里了。没错，是这样。好。所以就是在双飞燕的时候这是双飞燕的时候白棋靠一个是比较常见的但远了一路再靠可能从各方面来说总是不太好反正没见过白棋靠这个的，因为他靠好像从那个职业的感觉来说总是帮黑棋在下子不太想靠这个是吧？你帮对方下子总是吃亏的。走这儿，然后白棋跳这个
嗯，这个跳很常见。嗯，就基本上低杆它是还是要出头的。嗯，然后黑棋飞进去了，在这儿。嗯，黑棋从如果说贴起来，哦，好像有人这么下的，贴起来，然后白棋大概挡下去。嗯，黑棋在。黑棋长起来，嗯，然后白棋，哦，当时那盘棋好像是靠这个的，我记得他，然后搬这个，什么长之类的，啊，这他就出来了。其实我觉得白棋跳那个好像也。也可以是吧、对，我觉得也没什么不行，就是不看差那个。嗯，不知道这样是不是见缓了，他们可能觉得有点缓，他可能他想他还是看着那边、对、他看中的是这个，他是探清脚地、现在呢无所谓，你拖他再走他可以立下来，对、脚上可以活，第二呢他将来可以打入进去，是他后来就尝了一下跳一个这个地方，反正被白棋吊一下不太舒服、确实是，这还反正是黑棋总是还圈了一手棋。黑棋实战是想飞进去，这显然是不愿意让白棋挡下来。嗯，是的。然后白棋箭冲这个了，在外面。嗯，就跟刚才那个倒过来，他还是箭冲。不是，主要是让白棋下的话，也不知道不箭冲怎么走呢？这棋形、就是说，如果脚上如果去进的话，肯定是非常的有点委屈了。对啊，也没活呀、这脚。不能说不行，就是有点委屈。现在黑棋可以再贴起来。嗯。也可以拆边，都可以。如果去走别的呢，走这种大的呢，好像只会帮黑棋下子，是，好像得不到什么别的好处，这边也进不去，你还得从上面来。嗯，这白棋自己一个人飘在天上不是什么好事儿、所以说、这个时候白棋要考虑的就是说、不能自己单方面的让黑棋这边左围，下面也走，上面也围到，然后自己还飘在空中，没有什么东西，实质性的东西，是，就要么就是自己想办法就地做活，保留一些变化将来打入，要么呢就是要走得紧凑一点，然后寻个调子让黑棋来帮白棋来下棋、来整形。所以他这步棋他走这儿，嗯，哎，这个还是挺好的哈、这个跟刚才可能是有区别，现在刚才咱们说这样没有的，现在多了两个子，嗯，白棋都依然来这个，可见这步棋在职业棋手心里面啊、重要的一步棋，就特别想下的一步棋、对，是一步很好的好点吧，应该算是、那既然这样的话，黑棋显然是不能再忍了，这必须要冲断来作战，不能往底下爬，这个不能走，不能走，拦住，断掉，然后白棋长，嗯，这基本上是必然的吧，只能这样下，这必然的，就黑棋也没、没法再忍受了，嗯，白棋都这么直接就欺负过来了，一定要反击，先长出来这个子，然后再跳，嗯，现在其实贴下来，嗯，他要搬吗？对，搬，我搬，搬完了虎一个，虎一个，啊、哦，是，打，结束。这地方必须要补的，对啊，然后飞过，对，这个连的挺结实啊，这样的话就是被黑棋直接 一手两块棋就连回去了，嗯，虽然白棋这个形状也还不错，但在中间的战斗呢，这块棋和这块棋，不能说谁更优势一点，对、是差不多，嗯，但黑棋就连回去了，黑棋占到了些实地，嗯，这样的话黑棋还是满意的，是，就看起来很想挡下去了，从那个咱们那个很多棋手总想挡，但是挡了你正好凑人家这个三三。我相信这个挡啊，在众多的爱好者心里面肯定是第一感。先挡下去，先挡下去再说。但实际上你挡了并不便宜。实际上它是一步熟手，对。所以呢，白棋选择了是单跳。对，因为你跳的时候呢，人家这飞是飞不过的，被你挡下去了。没错。他只能拖在这儿，这个就是挡和没挡的区别了。所以你挡了是看起来舒服了一下，自己棋形也好了，但是人家飞过了、是，那拖在这儿他没连上的话，外面还是有些箭薄的、他只要这边箭薄、相对来说他这个中间这个白棋就变厚了、是，如果是黑棋都是全部连上了，他没有后顾之忧、从上面就想怎么来怎么来啊，就是有点是，现在呢因为他拖一个白棋长，白棋长在这儿，白棋不能搬，白棋搬的话就被这个被切断了，被断掉，嗯，这样不行吧，这样不行，被棋了、这接下来怎么走，不行、就是走成这样，贴一个，首先被断开以后长，
然后在一起，在这儿。嗯。这样成这样。这样可以说是形成了乱战，有激战，有点乱啊。这个局面，反正我是没有见到过，我不知道。对，应该是头一次出现。因为像完了这个间冲，就是走完一飞，间冲真的是。嗯，首先这个搭配完战好像就下的挺少的啊、哦，就是好像我记得是十月第一个先下出来这个、哦、这个新手是，嗯，可能现在还没有流行开来，不过十月现在也很厉害，因为刚刚打进了这个决赛、哎、LG 杯的决赛哈、嗯哦，是可能他的招都是经过研究的，然后、嗯、哎有一些内涵，大家都学着他的招走。好，我们现在回到那个咱们的对局当中来。白棋先切了一下，切完了有虎，白棋，然后他从这个形状他拐了、嗯、这个形状来说啊，本来这种形状应该是正常，是应该飞哦，他应该飞这个，那么白棋也得补吧，从形状上来说应该飞，然后他怎么下，靠吗，靠吧、哦、靠搬一个，假如说这样吧，嗯，那黑棋是不是再跳这个，对，嗯，走不走吧，在这儿。这也是一场乱战。这一场乱战，对，嗯，不过呢，就将来被白棋这靠下来，黑棋不太舒服。靠住，靠住，是不是有先手味道，有先味吗？嗯，暂时不是先手，暂时不是先手，但是他靠完以后，这整体的全厚了。嗯，就是他这有各种各样的借用。嗯。而且他这个基本上就变成了先手，是，就是如果黑棋要藏这个接上，接上、他这个得走吧，黑棋要做活的话应该是只能靠这个是先手才能做活，是的，就是很简单的白棋将来一跳只能你还得先走，我得走掉吧，不走好像看起来挡，然后挡住，对，如果这一点现在可以挡这个就好了， 嗯是没问题，但是呢白棋连这个都是先手啊、我得粘上、这个白棋本身也活了，是，就挡靠下来特别大，嗯，就是这样，这样的话黑棋反而是本身啊这一贴出来这也搬不住，嗯，还很难受，所以他的实战呢，他拐掉了，选择的是很扎实的一个拐，嗯，啊，白棋双在外面，这棋呢黑棋有一个就是走棋的时候有点不舒服呢，他本来我觉得头可能是不是应该往这边出，但是如果往这边出的话，对，现在白棋这儿有个子他可能就下去了，现在呢就正常来说啊、黑棋应该是往这跳的，是，就是咱们从场景来说，但白棋就跟着硬，嗯，那现在呢就分开那个，对，白黑棋被分开的好处就对白棋来说就可以显而易见了、黑棋得赶紧走啊、无论是往哪走黑棋白棋就接着走，接也好跳也好，嗯，就是这样的话好像是有点在帮白棋下子，嗯，因为这两步棋你可以看成他这样他本来就要走的，然后你往这儿跳一个、是不是地方，这是个问题，对，就是在这种形状、那往哪里下这是一个问题， 是实战呢他是直接压了这步，嗯，他还是要求把头出到那边去，嗯，这边先搁置一下，因为白棋直接下来的可能性不大，这个他要穿出来，现在不能下来，对，白棋先是跳了、跳一下，黑棋夹住他、这两步棋白棋应该是从这想这应该先手，嗯，就本身就是这跳完以后这边就不用再下走，嗯，先处理中央，是的，但作为就这步交换呢黑棋呢夹完以后就有个渡过，就相对来说这边也厚实了很多，对，是这样，他跳一个然后他夹住白棋中间跳出来，他这个总得跳，嗯，不然不跳的话他这个头不知道应该怎么出，对，因为这走现在没有意思了，嗯，现在赶紧要处理这中间那块，现在你要这样的来搬一个长啊，嗯，啊，这边会不会，我觉得这边黑棋就算这么一跳白棋都非常难受，嗯，从因为他这个是先手，是，但是他先不交换，嗯，白棋只能贴这个，他再一搬这就麻烦了，这好像已经动弹不了了啊，从那个就不能这样，你只能弯出去，就是情况就非常难看了。你要搬的话，这一段好像是非常危险。嗯，已经快差不多了都。已经差不多了这棋。所以要被黑棋这么跳了的，会白棋会非常难受。是，
他这里压到一下不一样，本来他是可能冲出来。对对对，刚才我们是这个折，你贴的话，这个冲刺选手他还可以搬。是。跳这个。跳一个，然后黑棋先跳一下，先把头先跳出来，跟他交换一下，免得白棋待会扳住你，把这个张起来了。没错没错。跳着一下。跳着一下之后，黑棋下的特别坚实，他就很朴实的度过了。哦，这步棋我觉得，还是很大的。对，这个因为你现在，如果咱们就普通，跳一个，第一个是硬在这里，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往中间走。嗯，就是我们现在看，如果往中间走，白棋就想翻翻这个。然后他得硬吧，不然被一点是不是要死了？没错，没错。如果硬，我走一个吧，反正这个上面就很危险了，这明显是牵着棋了。如果这不硬，走一个，这是我们邱老师这一点，这还要出问题了。这怎么看着已经快死了？这你要接的话，再打，这起码是个打劫了。就从局部上来说，他是做不活的。是，如果要硬这边。你冲，这死个死，这掉了不行，肯定不行。所以如果把扳张看成先手，因为他现在还来不及，这第一个这个还来不及，第二个白棋黑棋跳的时候，如果现在扳张，那黑棋肯定要下来的。白棋现在暂时走不动了，来不及了。好，这个时候如果你看清这个度过，直接走这边，这将来他任何时候他扳张先手。对。然后是下面还有加吃，还是已经是明显的就是有眼型。那么白棋刚才有没有机会先把它扳粘掉呢？我觉得扳粘是不是？你要有机会的话，只能是在这个跳之前。对对对。这跳之前很危险。我还觉得挺，是不是有可能被照进去？他有可能要，对对对对对。因为这扳粘挺大的，如果能走着的话，还是区别。现在就是黑棋显然是不能硬，黑棋要么就先从这边走，或者要不呢这边有先手的话，他可以从这边直接顶了，然后跳住他。对，比如说他扳这里。哦，他扳着一下的话，已经可以，这是不是已经可以了？拐了再踢，再跳。哦，这样的话就。这个好像白棋凶多吉少，凶多吉少，很危险，白棋，是，所以说，就差这一下，再走不着，那很郁闷，没办法啊，这个跳还是先以自己安全是为第一，然后再跳，这时候也依然走不到，黑棋显然是要先下来的，就来不及走，那下什么时候他都走不着，对。现在呢，黑棋这步度过，大家再来看看。对，这度过以后呢，这边就显然就不用再下子了，就暂时不是那么着急了。是，没错。整个也都厚实了。而且从那个目数上来说，还是有一定价值。对，这个连上真的很大呀，这越看越大，这人家目全都厚了，关键是。是，他这厚了以后，你看现在咱们就是这块白棋和这块黑棋在进行中央对攻。在目数上来说，白棋这边还是得到一些收获的。对，而且白棋的眼位可能也差出半只去了。对，要差半只。这里有一只后手眼，但是你本来加下去的话是有一只先手眼的，至少是。是的。这差很多，比黑棋比这样单拆回去好多了。这个被人家扳粘完了，你这个底下还不太好。而且是将来啊，如果这边真的有进行杀龙的时候，白棋这个是其实是后手。白棋这个可能是后手，那不用硬你。他不硬，下面是说不出眼的。就说这里是只后手眼。对，要刚才扳粘的话，这就是先手眼了。对啊。打了他去接住，没有用。差多了这个。然后如果你要先走了，比如说先加了这样，那就是损气了。这样黑棋就太高兴了。关键是这样，他也不见得是先手。他是先手。他团一个，我如果能尝到这一下就行了。传单也是先手，这一冲半还是有问题。不行是吧？不行，长大也是行，这是断这个，对，不行。我们来看一下吧。好。如果说长道的话，它关键是可以断这个。脱先了。假如说脱先，白棋可以冲，然后再断这个，但断这个棋不够。对。他断这个。断这个的话，接上。啊，他这一爬。黑棋只能吃了，黑棋这时候不能拐吃这个，拐被一打死，出事儿。
他只能打这个。打吃接上。现在。打不打？打不打都没关系，反正打。反正都一样，这个。白棋里面是四口棋。嗯。黑棋是五口棋。气不够。明显差一气。是。但是呢，白棋呢可以很巧妙的先在这里断一下。他断这个，这样是景气的这个。嗯。然后再打这个。再打。提，然后我们再爬，就刚才那样打吃，打掉了，打掉，嗯，然后你先煎这个，先煎这个，先这个，你现在一般首先他打本身就打尖，但他掐进来，对，他都可以不跟你打，你这后面几个子已经掉了，掐进来你爬，就收起，接上，正好差一起，不多不少，嗯，刚刚好，就是可以说七金被杀了，嗯，如果你要应这个。躺在这儿，头弯，就成打劫了。这一点，到现在呢，白棋还可以根据情况，如果是活了，他还可以选择双活。哦，双活他的目数也非常多，里面有五目棋。嗯，双活的话，你塞进来他是里面有五目棋。嗯，他如果形势不利，或者是要根据这块要做活这块龙，他可以打在这里。打在这儿呢，黑棋暂时可以脱先。暂时可以脱，但是相当于这是一个景气劫。啊，因为你脱先没用。对。脱先你。白棋再走的话就缓一气劫了 对你要打劫你必须扑进黑棋要打劫要扑进来白棋提相当于这是一个景气劫是的是的这景气劫就太严厉了、这个、嗯所以说白棋如果要先下的话黑棋是要硬的嗯那关键是我不长这一下的话他就单端这个、这个是比较如果长一下的他就端这边嗯但是端哪边也一样对也是一样也可以端这个对所以说黑棋现在接住黑棋但是没关系黑棋就跟着白棋硬大家现在可以发现白棋把自己的气啊全部都给团紧了将来你看这黑棋是随时都是先手这气非常紧挖断肯定还有虽然他有一个先手也是但是这个如果白棋要先下的话那范廷义这个就打进一次决赛这个就有点水分了所以这必须是要保留的跳一个然后黑棋度过了这个还是黑棋挺满意的下成这样因为能抢到了这一步本来还不见得这棋怎么样但是度过了之后觉得黑棋你就觉得现在黑棋形势不错啊也不能说就不错可能觉得好下一点这棋嗯就是从那个第一感来说啊现在这个地方还比这个地方显得要就怎么要舒展一些对因为它这地方有个挖这有点那黑棋现在不担心白棋从这边下去是白棋现在也不太好下对这个度过这实在是太厚了在这个地方可以为所欲为如果我挖的时候你如果打这个我根本就不断你我尝出来把你断了你对对对这个太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这个地方你当然只能打上面打这个是不行的打这个不是人家一尝你它不是断它不是吃这个吃这话白棋棋就算了这边就缠着就气掉然后然后他一尝从这边直接把这个断了白棋已经差不多了这看起来就是有很有风险对不太好白棋就是这边有一个这样挖的一个位置太薄了白棋不好出头这个棋形呢然后走这儿看起来也不太对这儿也有靠但是它确实是非常难受是啊这棋形好像不太好下这看起来就是从就是黑棋这个大飞挂开始双方可以说是不光从大飞挂就从开始的布局到后来就是大飞挂双方可以说在布局中进行了一些勾心斗角的一些战斗吧然后呢然后黑棋挂角白棋跳起来然后白棋这步尖冲可以说是导致激战的一部主要的因素是是就显然是那个我们九五后要欺负我们气不够这个其实胜负到现在为止的话我觉得还尚早还要看后中后半盘毕竟现在是该白棋下是的看看白棋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够把这个局面处理好了这个慢慢下好我觉得对好那我们呢先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呢继续欣赏这盘精彩的对局一会儿见
好，欢迎回来。刚才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盘棋是黑棋刚刚度过了，哎，觉得这个度过实在是太大了，啊，越看越大。我觉得裘老师现在认为是应该黑棋还是稍稍略显主动一些。那您觉得呢？我觉得现在还很难说，因为现在毕竟呢是白棋握着先手。虽然中间啊它的形状不是特别好。不过呢，但是呢，它在。毕竟是轮到白棋下，对对，无论是他加强一手也，然后呢，比如说我们实战，他飞了一个，这样的话，他的形状就显得已经好多了。然后呢，毕竟呢，他跟中间呢还有点，还带着一些就是双方对攻的一个状态。然后黑棋，他走了这儿，黑棋大飞一个在这儿是，先把头撇过来，这步大飞呢，就是我觉得啊。他是明显是有一个靠的一个破绽，正常还是应该小飞的。对，小飞的话，我觉得黑棋啊，可能是担心白棋从这边飞过来。他觉得中央这个头，他想抢过去，他想争过去。如果他大飞，白棋这时候依然他如果再压过去，一顺流压直接过去了。这中央的这个头非常重要，主导权。对，是的。如果说黑棋能压过去的话，这一线以后张起来模样很可观。没错，然后呢，如果他这边后了。将来这边他可以直接挂进去。是的。他走这个。白棋小尖。白棋这步尖，我觉得是可以说是显示了范廷钰的实力。这步尖价值非常巨大。其一呢，他是基本上把这块空给守住了。第二呢，他是有效的就是抓住了黑棋这个布置过大的一个。毛病和弱点，对，是的。因为他现在黑棋既然敢直接这么来，白棋要直接靠的话，显然是不合常理的。就是黑棋肯定是有所准备的，是。白棋要跟黑棋战斗很难。比如说接上吧，接上他现在要做点准备工作吗？还是直接接上？直接接上是不是也可以？他现在要直接挖断他，好像不成立吧？这样。对，他被他唬下去了。假如说你直接走，我们来看一下，接上，然后他接这个。对，所以白棋来说，既然他是靠了，就是要必须要把黑棋给分断。对，断。我单靠吗？单靠的。单靠，然后你这被冲出来了，不对吧？打还是挖一个？这因为他这个基本上是属于先手。是啊。这相当于是先手。给了接上。挖吃，然后再再竖出来，就冲出来就行了。你再断，我就冲下去就行。但黑棋这个次序要下好一点。对，把次序走好了。现在这样的话，白棋应该是不行的。对，白棋气要杀气，你气也不够啊。跳的话，我就打下去就行。对，这不光是杀气，黑棋是个长海线索，这边还有问题了。对你这边现在已经走不着了，都来不及了。现在就是白棋在就是周围还没有那个还完全的情况下，直接生硬的来是不成立的。那这时候呢，我觉得小范啊，就是这步棋就是可以说是击中了黑棋的软肋。这时候黑棋这步布置太大了。然后被白棋这么一尖，假如黑棋再继续回去防守，那他这步棋的这个价值就完全的就没有体现到。没错，比如说他还要去这么去防守一下，白棋跟着硬，那他这两步棋就效率就太低下了。而且白棋这步尖是价值是非常大的一手棋。是的，所以黑棋在这时候无论怎么选择，至少有一点，他硬着头皮他也得把这个弱点给撑住，他绝对不能再回手。那这个他撑的，因为是快棋，30秒一步，他可能也没有办法顾及到自己这个弱点到底现在你走完这个之后，人家要冲击你的弱点，你要怎么办？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啊。他又不肯像刚才那样尖，那如果说走别的地儿呢，好像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其实这个情况啊，就是说，我觉得还是这步棋稍稍大了一点。如果刚才退回在这儿，是不是这样会好很多？假如说他飞的话，再飞过来。对，或者就是想办法，或者就争个先手再挂进去，就是比如说这样，这样断，就是我们摆，对。
这个骑行呢还是想要进入，你不要走这种跳，跟人家这个交换把空卖掉啊。就是黑棋啊，就是现在的不要去想着再去怎么样去攻击这边。嗯，是的。就是要把那个战斗啊，是吧，转到这个左下方来。嗯。这不光是那个这一打入，不光是要战斗，第二呢还把白棋这块实地也给破掉了。嗯。这样的话，这实力上也还是平衡的。是。就是他走了这一步，这白棋这一尖，我觉得这是对黑棋来说，如果我下黑棋啊，咱们就是换个从他的角度上来考虑，确实是非常难受。对，这棋真的转弯很快、如果是这样的情况的话，就说明黑棋这步棋是有问题的，步子太大了。对，步子太大，毕竟是必然会留下一些毛病。这说明这个白棋，范天钰下的比较好，确实，因为这个步子太大，你让我下，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但人家步子一大，他就，很坚实的在这儿想，对对对，这步棋看起来是好像跟这边没有关联，但实际上它是一步是内涵非常深的一步棋。对。那有了这步棋以后，我接下来这个靠马上就成了，马上就严厉起来了。我因为有了这个帮手，你再下去就下不去了。现在，所以现在黑棋就很难做。黑棋如果要靠，白棋就搬，那太愉快了。这一样，黑棋无论怎么下，他都是在帮白棋在成控。因为中间会成，到底最后会有多大的潜力，这还是个未知数。但是在现实中，这个白棋这块空已经全部转变成实地了。是。现在白棋就可以从容的在处理这上面就可以。嗯。好，我们实战呢，就是我相信贺阳在这时候这地方应该是用了好几次，用了一些时间吧。确实比较为难。很难受，因为这个地方啊，明显的也不是形状。对啊。这依然还是有一个靠。是。靠在这儿也不知道该怎么应啊，这棋下的、特别难受下的哈。那他走这儿呢，白棋也没有直接来。如果说直接这样靠的话，现在是不是黑棋还是可以抵挡一阵？比如说这样的话，黑棋接这个，现在是不是能不能接这儿啊？接这儿怕被他弯出来，能不能接到这儿？可以。就是白棋这个先断。他断的话，我就长出来，我再跟他站嘛，慢慢来嘛。对对对对。现在说白棋硬来的话，黑棋暂时也不怕。他毕竟这个子还是先撑一下。先撑一下，这现在上面还是就像有个靠，有个靠，靠你挡着我也拉出来了这棋。对对对，就是白棋是有断点的。是的，是的。就是白棋冲这个，这就可以拉出来。这边要断。他得，他是怎么办？接哪？接这个？就是白棋现在倒是可以什么这个，但是无论怎么样，想点办法黑棋这边都是有些先手的。是。就是因为有一个靠的一个毛病，黑棋这一旦有点子，因为现在白棋肯定是要藏起来的，白棋因为是不能断了就不走了，断黑棋就跟着硬或者怎么硬，然后这边在战斗的时候他肯定会多了一些子，将来再一靠，这就很严厉了，暂时他不怕。那么白棋呢，先很稳健的先守了一个在这儿。这步棋呢，其实还是为这个靠在做些准备。是，因为有了这个帮手之后，像刚才这个粘在这儿，好像就是对，粘在它这一段再拉出来，这就不一样了。对，这从这边下来的感觉，整体的都是完全不一样。就它还是一边拿着实地啊，一边威胁到你这个地方，黑棋还是很难受。就是黑棋，你看中间飘了几步棋以后呢？你发现那个白棋的拿了很多的实地，但黑棋呢没有眼见的没有实质性的东西。是。然后呢，他现在的如果想从攻击这边来获取一些补偿，但是呢，这块棋呢也不是那么好攻击的。职业棋手的龙是很难杀的。那么我帮黑棋想点办法吧，我就看着这中间这个棋形真的是难受，能不能比如说这样？会不会好一点？如果你再靠的话，我就挖了它，然后打住你啊，这样会好一点吗？觉得这不尖肯定是基本上就把这个给给那个防住，有点缓不过。对，但白棋就在这边走。反正他走的也不是对白棋的威胁也不是特别大，就是你是还想着挖我这个是吗？
反正你看你怎么走。那你说老实一点。就老实一点，那我就可以满意了，差不多就行了嘛。是，但是待会儿如果有劫财的话，可能还是有点问题。对，但是尤其是现在，虽然是这个监是防住了这边，嗯，但是呢，现在我们要看到，他现在对这块白棋，他依然还是无法发起那个有效的攻击。是。然后呢，这步棋他尖完以后，下步他随时他就飞下去了。嗯。还是很有价值的。对。对黑棋这边呢，因为它还是有些毛病。嗯。黑棋白棋就算不直接来，将来从这边来，还是很难受。是的。就从那个黑棋这个中间来说，他你说他是后势呢，他还谈不上。嗯。比方说他去围控，他也没地方去围。要围的地儿被人家走着了，已经。对，很难受。嗯。我觉得还是这步棋还是布置。太大了，嗯，可能就是被白棋尖呢，这棋就开始有些小小的被动。好，嗯，白棋这步棋是一步好棋。哎，这棋真的是很难下，确实，嗯，黑棋回到这儿了，他可能不知道应该怎么下，那先把控。因为他如果往这边走，将来迟早还是要回来的，嗯。那步棋早晚都是要走的。对，他而且他不愿意去交换，嗯，所以他，嗯，就是让你来吧。反正我就先拿点空，然后呢，这边第一个守住自己的空，因为白棋这两步棋已经拿了不少实地了。作为黑棋来说，从那个全局的那个实地上来说，他首先要找回一些平衡。第二呢，他还是依然是威胁了这块白棋。嗯，就如果你要硬来，咱们就开战斗。可能是他的也没办法，尤其是快棋。快棋的一个特点就是有的时候可以把棋下的薄一点，然后先把空撑住。对对对。我记得那个时候，因为有一次，哎，也是龙兴战，我记得是金倩倩吧，哎，她成绩挺好的哈。那个时候战胜了胡耀宇，后来，对，战胜胡耀宇以后对战我了。原来是惨败在你的刀下是吧？逆转棋。金老师很厉害。因为后来他下完了之后，那盘棋正好是我姐说的嘛，然后我就问他，你这棋哎下的时候有什么心得？他说这棋呢一定要先把空撑住，要不然空不够了，一会儿这棋就输多了，对，就没法下。空撑住，等到对方来攻击。哎，对，是的，在自顾中就会就寻找机会。看来大家还是觉得这自顾比较容易一些。对对对，沙龙总是难的。嗯，是，不是每个人都是李世石的敞开鼓励。好，我们继续来，现在先把空先撑住。嗯。然后白棋就动手了，在这儿，他靠了这个。白棋动手了。嗯，现在这种棋啊，如果说白棋如果自己补的话，黑棋再尖，效果就不一样了。嗯，那是。啊，这样白棋呢，你看本来是藏在这里，现在它这样子还是有点薄。对。让白棋先动，黑棋反而好下。如果这样的话，它顺便不就你还帮有冲荡，就算压过来，这边就自动就把这个毛病给补掉了。嗯。所以呢，白棋呢，所以说刚才你先说了，先补一个，反而不如他这个更那个。先撑住，对，他，对，尤其在现在感觉上，黑棋现在也稍稍有点被动的情况下，嗯，一定要下的积极一些，要紧一点的棋，好，现在棋就忌讳下的很松，嗯，好，动手。虽然黑棋下的很紧，白棋下的更紧。那如果说这样下的话。我觉得实战的黑棋下法不太满意啊，我觉得能不能比如说这样，应该挖一个，觉得好点是吧？对啊，挖一个的话，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个变化啊。假如说你打这边，打这个，嗯，我就反打，嗯，黑棋这时候就不要去接了啊，这个棋形忌讳接上。这接的话，他就让你这个吃白棋头藏在外头，是这样的话，黑棋就白棋通过弃了这个子，就也就处理好了，而且头正在外头，黑棋就没有意思。是，反打。这个棋形一般都是反打的，就不能藏啊，藏了被接死了，接死了，现在这打这长，再打还是跑不掉，再打还是再长啊，就两个字死了，现在是不行的，白棋是能提，提掉，对，然后再击打，嗯，这个，这击打完了之后呢，白棋你接上可能不太肯吧，接上被长出去了。嗯，是不是这样？对，但不接上也没什么很好的棋下。如果说走外面，走外面的话，他要抓一下吗？提一下，抓一下吧。好多了，这样。对啊，这棋黑棋显然是应该这么选择。是，好很多的。嗯，就是。嗯，他为什么没有挖呢？很奇怪。哦，总是这样。嗯。传这个。这样黑棋好多了，
是啊，这不走被拐下去很严重。嗯，这不是有靠黑旗跟白旗跟着贴，黑旗就往上藏，舒服。是的，是的。那头能藏到前面去，觉得很满意。白旗现在要打劫的话，黑旗当然先提掉。啊，这个先提一个劫。到达序章期，黑旗现在也有劫。嗯。黑旗就算结束的黑旗白旗真的是不是真的回来打劫？打这个是吧？嗯。打这个的话，哎，这是后手，对，这是后手，不好意思，我这样是飞机如果踢了，我们来看为什么后手啊？然后断掉，然后你只能收气吧，你不收气气不够啊，然后被一扑，我扑死了，这合适。这打啥？这打啥？啊，白棋没有劫色。嗯。其实现在这些都不是劫，都不是劫，都不是劫。是，但中间被抓通了还是打？那就是说现在白棋没有合适的劫材，嗯，显然是不能来打劫，那就两个选择，要么是接住，嗯，要么是藏这个。是，嗯。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实战。对啊，这个实战这个实战它是单扳的，然后被白棋接上接住，嗯，现在呢就形成一个什么状况呢？就是现在这个有断，然后这里有个断，对。这边要补断的话，它可以从这边断。嗯，要走这个的话，它要从这边断。对，这个断，由于有了这个的接应，跟刚才区别还是挺大的。对。嗯。不过我觉得作为黑棋来说啊，他，我觉得他应该下得很犹豫。拼一下是吧？对。觉得这至少应该这么选择。假如说这样，白棋长这个吗？就是就算再出头嘛，还是怎么走出来？怎么出头吧？嗯。反正也不至于就死了，对。但这有先手吧，应该是。嗯，没那么。他只要藏起来，对这块威胁就大了。对对。然后我觉得，因为在现在嘛，只要在战斗，就一定会有机会的。是这样。如果白棋要简单这么靠，那就算了。啊，那这个靠了接就意义不是很大，就对，就没意思。白棋应该是要断的。是。所以啊，从那个防守的角度来看，在黑棋白棋靠的时候啊，因为白棋刚才我们介绍了，如果你要走的话，被走反而难受，他就想先看看黑棋的态度。啊，这时候呢，如果你要纯防守的话，就像我们球王说的，直接挖，这就没有问题。他打哪个棋都一样。然后打这个，反正基本上都会下成这个样子。对对对对，反打再打。嗯。对这样的话，黑棋白棋肯定也可以。白棋如果白棋简单藏起来，这块棋应该也没有问题。就是白棋可以轻松的也处理，但是作为黑棋来说，它自身是没有毛病的，所以再提一下。对，现在提掉它。对对对，这时候再提，不走它就一个个提，它就前后。就像想要防守，这个是最简单的一个图。嗯。但是呢，就是这个唯一的不好呢，就是白棋自己就活了。嗯。它毕竟这提到一个之后，它无论长还是接，它这有眼睛。是。它白棋自身也就做活了。不，以周鹤阳的水平，不应该看不见这个挖。他不可能，不可能。对他可能是他一定是啊。他实际上，我们先看一下实战，实战是扳了接住，黑棋他是接这个的。啊。啊，我们觉得啊，就是从他的下法来看，这个挖是一眼见的一个下法。对啊。他既然扳这个，他其实啊，他还是一直在惦记着白棋，惦记着白棋这块动作死活。嗯，他对自己的毛病啊，反而觉得哎，这个地方我肯定没事儿，能撑住，我觉得。对对对。然后呢，就是他第一个他不肯去送，帮白棋送眼形。第二呢，他搬完在白棋接的时候呢，可能我估计这时候又用掉了一次两次的时间。然后呢，在接这个接还这个接的时候，选择一下，实际上是选择这个接，可能应该是在时间所迫的情况下，做出一个错误的一个选择吧。对，我觉得这时候还是应该接到这里。不，他既然搬了这个，我觉得他可能就是想要接到那儿，要不然的话他可能就哇。也不一定，他也是接上去就打算给他占。因为白棋如果不断，他这两个是没有意思的。那他肯定得断了你。但是就作为这黑棋来说，他接着有一个很痛苦的一个地方。是为什么他不愿意？白棋这个变成了先手。哇，这底下。哇，这个目数又差了好几目，就是。而且味道也差很多。对对对，就作为职业棋手来说，最受不了的就是这个。他是难受在这个地方。就跟刚才挖似的，挖完可能他这将来白棋这个也是先手。啊，对，是的，基本上是先手。所以呢，他想
但是强硬接在这里的原因，就是如果你要来这个，哎，我正好接在外面我就舒服。嗯，但问题是白起当然是从这儿玩断他的。是的。嗯，这就不用说了，肯定得这样冲过去。但是冲到这儿的时候，我都觉得黑棋的形状好碎啊，看起来。他是先接之前先点了一下。哦，接的时候先点刺了一下。嗯，他是不是已经想好了？人家弯出来，他竟然要刺应对呀、啊！他居然刺了这个，这就是必须，他就肯定是要接这个、啊。要不然的话，他粘在这儿太亏了，这白损的。对，但实际上啊，如果你接到这里，只要白棋不敢来断，效果其实差不多。如果你还是这样，就算跟着硬，这只要没有断，其实效果是差不多的。那他肯定得断。那就我觉得断的时候肯定得断了，这样的话黑棋我觉得就有机会，然后尝一个，对，这样的话黑棋就有机会了，这就搞不清了接下来会怎么样、嗯、对，因为这样的话黑棋从那个在不知所云的状态下，就是白棋接完再走、嗯、搞不清这个事，那个很难取舍的情况下他终于找到了头绪。我觉得如果像这样的话黑棋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对，他点了一下，然后他接上、这个嗯、这个导致了白棋肯定会这样冲断他，冲，然后一长，嗯，扳断，这个很严厉啊。这样，这其实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因为他是点了一下，但是实际上这下面接这个，嗯，白棋立下来，对啊，黑棋所得的是首先他是断不开白棋，嗯，他获得的收获只是。破了一点目数而已，但是这个扳跟刚才那个断比起来，那是完全是两码事儿。对，他这个扳断比刚才那个断要严厉多了。嗯，你现在不能说考虑这个招法的话，这本人家一天你就已经差不多了，这个太快了。嗯，这形状都完全都不是形状。对啊，这人家头一长，你也不敢扳，扳了被人家跳过来，那你真的要死了。很难受。是啊，不能动了已经。这个我觉得从黑棋的选择上来说还是稍稍的大意了一些。他现在是不是说是要去怎么样去攻击白棋，现在所想的现在必须是无条件的要去怎么防守。对呀、啊、就是攻守有点逆转了。嗯，那被人家搬出来我都不知道，我在想他要怎么办呢，这棋下到这儿他现在也不能乱动。嗯，他现在唯一的有一个他可以借用一下这方面的白棋的一些弱点。嗯，是什么弱点？对，他是靠这个，这也是刚才他这里可能预备好的一些预备好的一个手段。手段，如果他没有这步靠，他这边已经其实就没法再动了。人家这个接先手就对，他接先手根本就外面就是那快碎了都，不行了都。嗯，靠这个。嗯。现在呢，我们先来看一下他这个是什么意思啊？嗯、首先有一点，黑棋这步挤是先手。对，这挤的时候，因为接下去一步要挡，他不行，他得度过在这儿。如果把这个看成先手，嗯、然后再加这个，我觉得就比较容易理解了。哎，这个下一步要打吃，那么我得。但是呢，他肯定是先不交换的。嗯。因为这步他是随时的，任何时候他都是绝对的先手。嗯、我们就是给大家介绍的时候就是。在你绝对先手的情况下，而且对方又不可能去下子的情况下，一定是要去保留的。有可能是一个很大很绝好的劫财啊、嗯，要留着。还有可能有变化。还可能有变化，哎、这如果将来一旦下来，说不定他直接就挡下来，等等的变化。嗯、是，还有可能团啊或者走别的之类的。对，你是绝对先手的时候，你看根本就不要下、嗯，直接来走，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是。靠一个呢，那他只能搬在地下，就相当于我们这个是，然后他团这个，嗯，就相当于在打吃，但是这两下很损，很损，就是白棋啊，这两下就是他是完全、嗯、其实不是这样怎么样，他是完全的在怎么在处理，哎，在防守怎么处理、嗯、处理好这个白棋搬出来的问题、嗯，这两个就把脚上的空就是完完全全的卖实掉了，嗯。本来这个地方白棋最起码要补一手棋，补一手棋有没有这么坚实都是个问题。就是这种情况，如果黑棋、嗯、外面没有毛病，简单单自己拖三三，绝对是有棋的、嗯。你千万不要以为他往这儿撑一个就是他的空，那绝对不行。这三三一拖、嗯，怎么都得给他折腾出点问题。这一拖三三是、嗯、肯定是有问题的。是。现在黑棋为了防中间的防守，
虽然他看起来是打车，他毕竟他你看他转啊全都粘在一块儿，效率还是很低下的。是的，小白记者完全的就是安心了。这两步棋我觉得他下的时候肯定觉得很痛苦，很痛苦，但没办法。他为了，因为他如果不走的话，他将来先走有可能被白棋冲来冲去再冲，冲的已经这时候再接不到了，白棋可以从外面打死，排在这儿，对，这时候你再打他就过，提个也没什么用，提个他就立下来嘛，对，没什么了不起的，外面已经花瓜了，对，但是这个时候再走的时候来考验了一下白棋，就是这个时候啊，说实话就是白棋要脱先啊其实也是可以考虑的，白棋脱先黑棋这边也没什么特别厉害的手段，只是说黑棋可能他会也搬下去什么的，然后打吃的时候他比如说可以急打一个，这样你是不是先走这儿，先竖一个，这是次序是怎么要把它下好一点，如果说次序很难啊，这个他打吃的时候黑棋竖这个是吗，这个竖好像也不见得行是吧，然后再打吃，哎呦你得打吃这个，这不行了，这好像也不行是吧，如果提掉人家通了，提了冲完了，那就是这边这个先手有用，这个如果能冲着的话还是有一点用的，就这能冲着他可以接这个是吧，接这个然后一虎是吗，这样倒是行了，这样还是有点味道，对，是的是的，白棋可以软啊，没关系，白棋可以居然不能打吃，白棋可以说一下，这个其实会形成什么样的东西还很难讲，因为你再竖下就被打死就不一样了，你如果补他就拐回来，对，就是说唯一黑棋的好处呢就是他没有刚才没有交换，这边可以实在不行还可以飞出来，他不至于会死，他不至于会死，至少他这边还可以破掉了白棋的很多空，但是范廷玉啊觉得这我就没必要再去冒险了，够了，我把这块空守守住，这边黑棋虽然还能加住，但是呢将来毕竟还是有点冲的有断点，他先靠了一下然后跟他交换了一下，这个靠就刚才我们刚开始片头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时候他那步棋下的真的靠，我们看周慧阳好像有在摇头叹气的摇头叹气，对，确实很难受，在说这个下的太难受，他这步靠意图说实话也不是不明也不是很明显，他下这个靠完了是不是要白棋补一个呢还是什么意思，如果说这个不靠的话白棋就不补了吗，他也得补吧，他可能会他是担心他冲完了结束接上大概只能护这个，你要走这块这边尖一个又断尖什么的，你看有个这样的棋直接断就行，那就直接断吧，直接断简单明了，直接断简单明了，摆一个断这个双方都看得清楚了，可以都打起掉啊，这就被断开了，出事了。所以在冲击的时候，黑棋只能虎这个，白棋把这个断了，直接给它断上去了。现在你如果三个不要，那就一切都免谈了。白棋把三个吃了，那就太舒服了。黑棋要硬，黑棋要跑，藏出来，这拐还是先手。这压，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战斗。是他，但是这样的战斗就这样的战斗吧，黑棋为什么要去靠这个，他是担心以后靠不到了是吗，他担心以后靠的时候他挡外面，他挡外头了是吧，就把他弃了，然后吃他中间可能是，是的，如果这样的话他先挡外头，他这个是先手接上，他接上将来就有个断点，断、现在断不了，就这样的战斗话以后留个断点，他对他那个战斗起来是有利的，是的，可能是基于这样的考虑，这样的话将来有个拉它还是有些借用的，没错啊。不过我觉得从黑棋的下法来说吧，它是实战的，是先靠一下再加的，先靠再跳加这个，显然是担心白棋就直接来冲断，但是这个时候黑棋说实话形势真的是不太好，
还不拼一下、啊、对对对就下的是很老实可是这个周鹤阳的一贯风格他其实比较坚实他可能被人家折腾成这样他已经很不舒服了这有点像李三号的齐荣哈我们就先忍一忍、嗯、慢慢等待机会嗯小潘现在是跳这个对他是跳的现在就是既然黑棋损了一个白棋一跳基本上这块棋就做活了这里还有一个眼呢、啊、嗯、啊、嗯所以他这一只铁眼有点损、哦、是我觉得黑棋不应该交换这招。嗯，这样一来，我觉得这个黑棋形势不是很乐观。嗯，这样看非常不乐观。嗯，现在呢，对黑棋来说，只能撑下面这块空了。嗯，没有什么任何地方可以下子了，而且撑下面还不好撑。对对对，实在他走这个，他那个地方的棋形很奇怪，管不到，这也管不了了。如果再去补一个，就来不及了，被白棋再一拆。然后叫安乐死了、嗯、是这空好像差距有点大看起来、嗯、他一定要撑着一下就先拆一个嗯，然后拆一拆一、嗯、打入在这儿对对于白棋来说现在是简简单单的就是把黑棋的空别让他撑太大的空应该就还不错他这个打入有鲜味儿瞄着你还瞄着这边对、啊、这边很多选手锐尖已经把你断了都对对对这尖子先手这个先手等等各种先手这形状好像确实的很难受、啊、的形状实在是不太好现在要去自己补的很难受嗯这不太好补是的是的嗯就是形势对黑棋来说很不乐观嗯不太好下这棋黑棋、啊、黑棋实在靠这个他接了一下哦这棋先接了、他先接的 okay,、啊、就这地方不走的话就明显是你要接就刚已经把你冲出来了就要断了嗯动不了了是所以黑棋既然是要迟早要补就先补了一手然后白棋上靠嗯白棋这不上靠呢肯定也是可以说是有点欺负黑棋了他如果说搬的话，他就打算这么度过吗？那肯定啊，就这样就行了。嗯、他断也不要断了吧，就这样吧。嗯、对，啊、嗯，挺好了已经。嗯，所以还是可以先考量一下怎么。嗯，白棋其实简简单，他就想度过。是。但是因为黑棋是有一个接，你这边在后上加后，对白棋来说都不影响，我只要把空拿住就 OK 了。那显然黑棋是不会这么老老实实的。嗯。我觉得白棋这步棋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必要，就先靠吧，就把自己处理好就行了，处理好这个子就够了、嗯。这毕竟将来是随时都留着的。嗯、但黑棋下黑棋也没什么特别好的棋。太黑了，白棋下的。太黑了，就是有点欺负我们。七零后棋手。就是啊，我作为七零后棋手也表示不能这么接受。嗯简简单单的让白棋这么度过啊，那肯定不能这么下、这棋，他要靠一个反击了、在这儿寻求一点头绪，看看白棋怎么应。因为白棋黑棋是打是先手，这个提是先手，嗯，他只能度回去，你棋就挡住。这基本上是挺厚的，白棋虎住长，啊，接上。对，因为这个提先手不走的话，被黑棋冲是能冲得回来的，嗯，所以白棋还是要接的。搬长再一飞，哎，这个底下这个空。空差很多啊现在套掉很多去了现在就是本来你如果现在这直接在这边处理啊、其实早就有一手棋了现在搭在这上面好像有点奇怪反正没放在地方就是你放在那儿有什么用啊关键是你现在你要去自己怎么这又难受比如说还没连好比如说你走、连一个黑棋都不用来断因为黑棋自己也毛病、黑棋就简单解决然后你再连吗这还是很难受是现在黑棋是让你来攻击是但是这样的话黑棋白棋这么下是损到实地的嗯先付出了先投入将来会得到什么样的还很难说是的是的就白棋冒着在优势局面下这样会有些风险嗯然后呢他现在他又搞不清楚的情况下他又把这个实地给要回来先把这个实地给走到再说补一个打、接上他就把这个提掉了对黑棋再搬回来就这几个变化大家可以看到白棋其实得到了其实还是就这点实力只是说他更这完全就变成他的了
他确实在实力上有些收获，但是呢，当时这个在打入的时候，黑棋接本来这边该白棋下子，现在呢被黑棋这边多了几个子后，这边就变成了黑棋攻击的一个目标了。对，现在下面做活，因为黑棋都有子了，也都完全都给给那个白棋给后路也给断掉了。现在可以说黑棋完全是属于这个攻击的那一方。对对对，因为他自己都连上，然后底下很厚，这全眼不怕了。没错没错，本来这块其实我都有点替他担心的，好像不是很安全看起来，因为没有一只确实的眼，这是一只后手眼。现在确实的眼我也看到了，不是很担心，不是很担心。现在不是说他要自己做活，现在黑棋是要攻击。是啊是啊，要狠狠的攻，因为白棋这边又得到一些实地。而且因为有了这个子，黑棋白棋在下面的做活就是又受到了一定的那个限制。然后白棋现在回过头来靠这个，还不如像你刚才说，就不要靠这个。我觉得这个不要靠，这个有点欺负那个黑棋了。下的太过了。对，下的太过分了。可能这儿他下的比较便宜。贺阳这几步棋下的，挺好的。是。这一下呢，作为那个。黑棋的一方来说，现在是马上又找到了机会。对，因为上面这块白棋基本活了，在实力上你看白棋这块不太大。对。他靠了一个，然后黑棋简单的藏起来。这个地方呢，他的策略可能是不要去碰他，觉得他是不是如果说搬过来怎么样呢？搬过来白棋应该是搬这个。搬起来是吧？那黑棋也得回去，要不然走不动这个地方哈。你不能打下去。这个打现在只会是那个可以说是越让白棋就找伸出了各种各样的头绪，是反而不好办。人家上面一拍，你基本上得跑。对对，因为白棋是可以死一些的。对黑棋来说，它进行整体攻击。如果搬完白棋搬。你藏白棋甚至还能再往再搬一下，然后再吃掉，这再一打，一跳，跳什么？这已经出去了。就是这打先手，这就很难办了。再往下攻击，就是有点没法下手了。对，而且这个白棋这个四有先手。这次先手了没？他可以要上面的先手。他可以要这个。他这上面就是。黑棋要进行在就是比较具体的攻击就比较难了。对，他可以获得一些实力，但是现在这点攻击的利益是无法满足他的胃口。还要单长一个，先不要碰他，让你往这边撞，这边太厚。他把你还要缩回来，还不如就单长一个。单长，白棋贴起来，在这儿。搬这个。搬一个。连扳长，对，白棋也就简单单的。这里走了接上，这肯定要赢。是白棋是先扳了一下，挡住虎打是吧。这样的白棋呢，至少是先把自己那个在下面啊做出一些有弹性的一个东西，有个打劫，再不济还可以打劫。对，就他这将来这一虎，基本上，差不多活了吧，基本上就有点委屈，就这样坐回去。就是如果对，比较难受。看一下，如果这样，然后这边一提，对，凑成这两目棋，那就是确实太委屈。黑棋在这边一打入，这个子又进，又开始了。那这样我这个天平又要对往黑棋这边倾斜了，我觉得，不能这样做活棋，我们这个说这现在这个形势啊太惨，并没有到了他一活棋就能赢的地步。那么看看白棋他是要怎么往外跑一个，把他他顶了一下。这不顶我觉得又是显示了范廷钰的水平。我说为什么呢？如果这普通是退的话他接住，然后该怎么跑怎么跑吧。但是呢就是将来跑这不论怎么样他还是比较缓慢的。但是如果这个纸换到这纸换到这里，那有什么不一样呢？这边有错，他对黑棋有威胁。至少是因为就算这两个黑棋能先手走到，就算是把它下成这样啊，但是这个冲依然是一个打劫段，你没连上啊。
没连上的话，这块棋就意味着他不活呢，还。嗯，他就是外面只要有爪，他随时都有个冲。嗯。所以他这步棋子下的非常好。是。而且马上就要那个什么了。嗯。因为你如果黑棋要走外面，白棋就简单的就往下走，你马上就得补断。嗯。他这就很，就是做活起来就非常舒服了。对。所以做活自己的棋的时候，一定要看人家的毛病。嗯，啊，这样拽着人家，你好活多了啊！不要只顾自己那个拼命作盐，黑棋是先把这棋他顶了，然后他跳了一个黑棋，在这儿跳。他这个是白棋跳出去了，他居然扬长就跑出去，因为这个跳嘛，就等于说是补了这个，也就是说线段他做个眼活了在这儿。不过他黑棋现在是肯定不能去老老实实，是一定要下的那个在。根据攻击性一点，嗯，这本身是一跳，白棋自己就没活了。嗯，而且他跳完了之后呢，接下来这步是他的后续手段，嗯，可以先把白棋的眼下来找机会吧。现在因为走在这里，现在明显是白棋是不会硬的。对，这是如果你现在，哦，比如说我们现在走这个，嗯，白棋再往上一跳，下步不是要就还是要冲过来，要求要给你打劫吗？对。他现在不是瞄着这儿，是瞄着上面了。嗯，那先上面。如果这边白棋先手跳轰进去的话，那黑棋就有点晕了。啊，这是你得后手连一个，这不像话。是是是，所以现在暂时还来不及。先得出来吧。先把这个打了。嗯。这是黑棋的绝对先手。急了。黑棋甚至这第一个是快棋嘛，这两步棋可以来他学先手来打将，延时一下，给多一点时间来考虑。嗯。走了这个，那他得出头吧？这个头无论如何得出去啊！而且他如果走不出去是不行啊！现在这个尖他很难受。嗯。就然后他实际上是顶尖的这个。嗯，对，小尖啊。长。他长了一下，在这儿。啊，长了一下，结束。接上，然后跳。嗯。这样算是出去了吧？对，因为这棋太难受了。他如果要直接出头的话，比如说这样怎么样，这样的话就是以后将来这他是有顶，有个尖，对，那个尖棋形也不是有尖的味道，他是顶相当于先手，对，很难受，就是他有的毛病的话是不太好办的。嗯，没错，是这样啊。所以他想尖一个，他想把头出的好一点。对对对，因为如果你现在还攻击的话，这个长基本上是要长掉的。对啊，不然的话，白棋就算简单这一虎，就还要到一冲，眼睛也都全部出来了。是。就正常的时候看成这样，如果你再一跳，那明显这一尖就哎，对不对？他顶，这个顶是先手，不是顶先手。对，顶了有点难受了他。嗯。顶了再长这个顶，他就能断了。是的。嗯，就是黑棋是想尽办法的要出头，还是他瞄着的整体的攻击。嗯，白棋是不是是否也要跟着他出来吗？他果然是跳了一个横跳。嗯嗯，跳一个，现在这个依然是属于很焦灼的状态，我觉得。现在黑棋我觉得应该想办法先把这个给刺掉，对，先看看白棋的态度。先刺这个他也不能冲断，不能冲断，这个暂时不能冲断，这上面有断点也不行。对，我们就打了长，然后接上是吧？对，这白棋麻烦了，这麻烦了，这个就正常来说，只要这边没有问题，嗯，那只能靠撑这个劲，白棋气太紧了，杀气也杀不过了，现在是你接这边也显然也不行，接这边要正被冲出来根本打不住了，嗯，就挡不住了，是的，那就崩溃了，这样白棋，嗯，只要是白棋不能暂时不能中断，黑棋应该先把白棋的眼给去掉，白棋现在也很难受啊，他走在哪里，啊，如果要往外跑，黑棋不就顺便就把这给连上了。他可能也就自己连一个也挺怪的，也不知道怎么办。
哎，看来是应该先把他的眼给他除没了，先让他先难受。而且这次的时候，白棋要连呢，他还不知道连哪儿，你连这儿人家粘提一个先生，连这个呢，上面这个反正也不是眼，也还好。嗯，就是说。至少是他第一个他要到这个木、第二个不是咱们攻击不就是不一定是为了要杀龙了、就是要只要占取获取很多的便宜利益就可以，是的是的，一个要到木，第二个呢他也是这边怎不是也间接的防了这个段，也还去掉了白棋的眼，对，在外面先留着、反正他也冲不断你，他冲不断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对对，我觉得黑棋现在是能拼搏的应该是先把眼给去掉，是，如果白棋胆敢硬再过来攻击，这个可能就完全就两样了。没错，这个小尖很重要啊、在这儿。是的，实在他跳刺这个，他可能是更着重那个全体的攻击。他好像反正从黑棋的下法来看，一直沉浸在那种形势，好像非常很悲观的，不是？哦，很悲观啊！对对。哦，他可能觉得这儿一直就想全杀。就是、就是被白棋这么来几下后，看他看空没了，就加着急了。这些对于形势判断，有的人是很悲观的，有的人是很乐观的。不，这个时候因为黑白棋把从那一出来以后，黑棋所有东西都没了。所以对于黑羊来说，他可能想，你看连这种棋都是加的最强硬的，选择最强硬的下法。是。如果现在白棋简单走这个，那就顺便他就可能。是不是在煎？也许是这么考虑的吧。这个底下白棋能活吗？如果说走在这儿的话，他是不是要靠局部？局部如果黑棋要杀，他显然是只能点进去、那么白棋假如说顶一个吧。他是要杀，只能冲这个。冲，然后他如果接上被接上被死了，他只能团这个，对，是吧？团这个从局部上来说，他是活棋。他是因为黑棋在冲的时候，他可以不应了。这两个他必得一个，对，但是所以说从这个黑棋要杀白棋啊，先把这个冲了，必须要把这个气给紧掉的、把这个冲掉，这时候呢局部上白棋才不活。对，是的，他这个反正你这个不是眼，这上面不是眼，这底下只有一只眼就不行了，对、这样的话白棋局部是不活的。但是呢黑棋这不冲啊，可以说是损了一大口气，这个就将来因为白棋这一贴，对于气紧啊，对于杀棋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毛病，很忌讳哈，忌讳不能乱冲这个地方。但是能不冲当然是能不紧这个气，它可以步骤可以迈得很大，走到外面。但是他现在不紧他也不行，对，就白棋在着急的时候，他就可以那个手小就大了，是。所以这时候呢白棋真是就是看准了这个黑棋这一冲，他必须要把这个卖掉，所以他先贴了这一步，这不是很狡猾的，先看看黑棋的硬手在哪里。假设你要现在接这个，对啊，如果不这个，他是不是夹在外面了、夹在这儿，对，他是夹在外头，然后他的头就出去，那就好多了，你要怎么接他，他这时候还可以接这个、接上是吧。哎，肩上这个眼位好吗？对，我发现现在你在肩的话，他就不要了，对啊，而且大家看到这一旦出去了，将来这工作他迟早还是留在这个，这还是存在的。这真是很讨厌，很讨厌。本来觉得黑棋很厚的，白棋这边一个肩，是肩这个吧？是一个肩一个顶，这两步棋可以说是彰显了那个我们那个。小范同学的那个实力，很强的实力。主要是我觉得对他对于棋形还是就非常敏锐，对，也很敏锐的嗅觉。是的，他要抓住对方的毛病嘛，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啊。因为有的时候人家棋形不好，可能你也不知道怎么抓。对对对。如果点虎这个就不会这么说了，那他首先这一尖，其次将来和白棋还有个这步棋，把它弯断了，现在连不上了，连不上了。所以黑棋这样的话是非常的，就可以说不是形状，对，它要连基本上还得接上，对，接上就连得好一点啊、在这儿。作为黑棋来说，左也不是右也不是，这如果要硬的话就找不到地方去了。那还不如不要走，就像你刚才是就先把它夹了，反正它也冲不断。对，我觉得这个黑棋应该是在这里。是，
让白棋先出牌。对，是的，有的时候自己先动手可能没有好的结果，所以先等一下。没错，这个白棋贴。现在呢，黑棋咱们刚才已经介绍，黑棋如果只硬的话，他不知道硬哪儿，没有地方硬了。然后呢？他干脆不硬了。干脆不硬了，但是他先冲了一个。啊，对。这步棋，我觉得可以说也是贺阳的最后的一个尝试吧，应该是。他冲一个挡住，到底有什么关系呢？跟那？这样的话，他这边就不用再走。他就可以不走了。待会这个团是先手是吗？对对对，但是他不能先团，不能团。对，你不能先团。如果现在团，他肯定先手，这接白棋受不了。他得接上。那这地方就出事了，这地方不走，被冲。挡住。那这一顶。U 弯，他只能接在这儿。就先手断了。然后一打吃。这只要一断，就随时就来了。是。他冲的意思呢，就是要保证这个是绝对的先手。这个团是先手，对，又不能先团。但是呢，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他如果冲完还回去补，那这个冲就没有意义了。他就可以先走到这边来了。对，这个地方如果白棋要断，他是这样断的吗？这样的话，黑棋应该是单粘粘上，然后他冲过来，对，就算他冲过来吧。冲过来，首先黑线这个边是个打线。然后你可以顶在这儿。对，就让黑棋硬，对吧？无论他怎么硬，无论他怎么硬，这块棋现在黑棋就有希望要屠龙了。对，你这得补啊。那这边该黑棋下，这边就白棋就非常非常的危险了。白棋看起来好像是把黑棋全断开了，但实际上你把它断开并没有实际效果，人家这活了。这有一只后手眼，这底下有眼，对对，就活了。他而且还瞄到这个，是白棋自己没有活，这是比较关键的。这个时候，如果他不这么断，白棋还有一个办法是尖这个。挤的话，黑棋只能粘上。黑棋粘上，对。然后你冲过来，冲过来的话，我得再粘上。然后白棋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就出问题了，你接住，粘这个，打还是先手？挤打。这一提，这全部通了都，啊，现在断了它。有可能有这个断吗？有。是对黑棋来说，这个是他的机会。只要是产生了上面这一段，白棋这一死啊，在前面下再好也没用。而且这个很关键的是，白棋要先接这个。对。一样的，先粘这个，对对对，让它变得没变化嘛。反正我这几什么时候都能，你不能不粘。是的。如果这个不走的话，你让我冲通了，我以后就从外面粘。对对。如果先打这个呢？这有点俗，有点俗。其实也不是。也接受，所以白棋还可以再回去。对。这边有冲断。是。没什么。黑棋这个冲，效果就出来。如果他没有这个子，这边有子的情况下，再冲白棋就要接这个。是，你将来再冲，这冲没有用，它就吃掉。你再冲，白棋显然不会。对。白棋肯定是要接住这里。这有个子在这，那这一下的话就变成是就这样的。这个如果团掉的话，就变成人冲了一顶，变成先手断了。对对。你自己去跑去这儿撞了一气，不能撞，说是这样的。不能撞。这本来人家冲了一弯接上，这一气没紧，他这个是后手断，就差一手气去了，差一手气就差底下这块棋死活了。所以他先冲，而且是很机敏的，这地方已经敏锐的发现不能再硬了，然后硬贴。贴在这儿，考验白棋，白棋现在顶这个。黑棋靠这个。现在黑棋显然是要活动开了，准备。但是说实话，这地方因为毕竟还是牵着毛病的。就是如果这方一旦被分断，白棋就算这，毕竟这还是有个分段。是。这边还有段。有好几个断点。然后扳它长。接住。接上。再。并在这儿，这个是没有办法，因为他这个首先在这个一个先手，
他就基本上就活了。那黑星沙他能不能先给他冲掉他？你有机会先想现在你冲掉是可以啊，你冲掉他依然还得病到这里。对，我还是得病。就是说你杀在外头，白棋这个是先手，他白棋走这个就活了。对，你断他这个先手嘛，他就这下面就来眼了。啊，所以我杀他，我必须得病。还是得病。这样能杀掉吗？这样还是很困难，他就贴出来。这底下一个眼就够。这一挖不行，味道太多了，而且这边还有断，一冲了一顶。嗯，迟早是有断的。就想杀先冲掉也是基本上是杀不了的。嗯，实战是实战病了一个，他走这儿回去了。现在呢就是说现在是白棋呢先把这个眼做出来，嗯，来问一下黑棋你要不要杀，你要杀你又亏了。比如说你要杀这个，嗯，那白棋现在还可以，就是他既然这个肯定是先手，对，你得硬啊。 对，就外面黑棋起来，而且他还可以先贴，他先不走，嗯，你让你来冲，你变成了三个子，他可能更好。是，如果你走别的，他随时都可以做活，迟早要杀，只能冲。对，这对黑棋来说太痛苦了。所以在那个可以说在读秒声的催促声中啊，黑羊棋断了这步棋。然后呢，发生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因为这样这时候我正好在现场啊。断完后他去按钟，嗯，那时候应该是读到了八的样子，嗯，他最后一次，嗯，按的时候没有按好，然后计时钟超时了。那这样的话这个结果就算是他超时了。这样的话因为在根据我们的规则，嗯，只要在计时钟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嗯，因为他在贺阳这时候肯定在哎呀这怎么办啊，吃了也不好吃，然后前面的努力都白费了，在很困惑的情况下，然后突然觉得可能没时间了，赶紧就断了，赶紧走一走，再去按，后面就来不及了。嗯，在我们的规则，根据计时钟没有问题的情况下，这种情况都是要判负的。如果在判定里没有异议，就如果在判定说，哎，这个确实是怎么怎么样，然后，那可能还会有一些回旋余地。那估计应该不太会，好像这种事情，那就是说走到这一步的时候，由于他的计时钟问题，对，黑棋就被判负了，因为他没摁过去，可能是。因为现在就如果我们说，就算他摁过去了啊，白棋如果补活，他就顶，他这有冲断，这有断点。黑棋正常来说他是先手，就是，他就是先手活，然后在这边拆。那也不是。全盘的局势，你看黑棋都还是损了一些，全盘的局势也是白棋好。是。所以黑棋为什么才这么痛苦？不过就是说从这个可以说是也是我们职业比赛里面为数不多的那种超时判负的情况。对，很少，一般来说这种时候，而且是他下完去按了钟，不是说那个到九就明显来不及那种，就故意找一个台阶，就超时认输了。他实在是比如说咱俩下，我实在哎呀你把我吃花了，我实在是不想认输，就像我本来我应该能赢的，我赶紧让他时间过去算了。但这个纯粹就是他棋手他自己的操作不当，对，造成了一个可以说是一个超时负。这是也有点可惜吧。这棋如果说接着下下去的，其实黑棋还有的下，不至于这棋就不行了，就对，还可以挣扎一下。比如说白棋顶的时候，我可以考虑提在这儿，是，也不至于说就输得一塌糊涂了，就至少还有一些可以挣扎，还可以挣扎。对，但他因为在前面做了一些工作，都是完全为了杀棋，就没杀着。对。那么这盘棋最后的结果呢，就是直白的范廷钰是战胜了周贺阳，是超时胜啊，算是。晋级了八强啊，这我觉得范廷钰这个棋下的还是挺漂亮的，有些地方啊，很有实力，确实。贺阳反应快些嘛，周贺阳也是算是正常的发挥自己的水平，是，但是可能有一些地方可能稍微的那个什么了一点，处理的不太好，不太妥当。但是作为白棋来说，可以说毕竟是招招基本上都是在要害上，哎，就说这个年轻棋手的棋非常的敏锐，也这盘棋赢得也是无可厚非吧。好，那今天的棋就为您讲解到这里，谢谢您收看，再见。再见。